像 YouTube 影片呢，这个资料库就可以找到很多资源了。井字号加上关键字词，中文、英文、外文。文理、工商、法、医、农、五名之学等等，然后那个，而且这个关键字词要贴在哪里呢？贴在有定了 YouTube 频道，可能订阅人数要达到1000人还是多少人，然后才会开启这个社群呢、啊？开启这个社群的功能，然后贴文贴在这个社群。你看，你们看到贴上去有井字号都变绿色的字，绿色还是蓝色啊？蓝色吗？然后点按上，点按下去哦，哦，你看有关的，相关的哦，相关的那个影片哦，都会出来，都有缩图，内容丰富啊。